让你们看看内饰啊，你等一下啊，大概顶三分钟，我们去来看一下。你得起来介绍介绍每一款车呀。我知道啊，郭先生，我知道的，我懂。我们等一会儿就介绍车了啊，但是我们要一介绍车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的人肯定会更少，就掉光了。对，就掉光了啊。所以我们就先给颖儿点点关注啊，加加我们家一个粉丝灯牌，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直播间的啊。为什么不是妹妹的？对。对呀、啊，你们为什么不说是妹妹，老是叫姐姐叫妹妹好吗？不会的，行，我信你了，郭先生。来，我们点个关注啊，给颖儿点个关注，私信一下我们家的客服小姐姐啊，就会帮您把那个车型啊什么的发给您的。为什么不是妹妹？对，以后就叫妹妹好吗？叫妹妹，叫颖儿妹妹，别叫姐姐了。欢迎你们来到颖儿的直播间，喜欢颖儿记得给颖儿点点关注，加加我们家的一个粉丝灯牌的。羡慕摄影师，摄影师也羡慕你们，摄影师都羡慕你们，摄影师羡慕你们可以在家躺着看手机，知道吗？然后他还得在那坐着，是不是？来，欢迎新加入直播间的各位哥哥，喜欢颖儿的记得左上角给颖儿点关注，加加我们家的一个粉丝灯牌，会送你们一个免费的基础保养的啊。我们倒计时一分钟就要看车了啊，倒计时一分钟看车。然后我们家有奔驰的 GLC， 有奔驰的 GLB， 有奔驰的 C260， 还有宝马的530，宝马的525和宝马的320，还有宝马的一系啊，还有奥迪的 A3， 还有我们大众的各种车型，大众的途观，大众的途昂，大众的探岳，大众的探影，大众的帕萨特。他居然说我长得不帅啊。大众的帕萨特啊都有的，你们有喜欢的车型给颖儿扣在车公屏上，颖儿就带你们看车了啊。还有我们大众的一个 ID4， 本田的 CRV， 本田的一个 CRV 啊，准新的，还有我们本田的雅阁，福特的一个越际新能源，还有我们沃尔沃的一个 XC60， 还有我们广汽传祺，还有我们的荣威 R5 等各种车型啊。如果你们有喜欢的给我打在公屏上，我们开始带你们看车了啊。老话说先叫姐后叫妹，最后变成小媳妇儿，直接叫妹妹会不会太快？不会啊，咱就叫妹妹吧，行吗？好嘞好嘞，不抖了，我们叫妹妹行吗？叫妹妹啊，这都不知道有啥车，什么车都有的啊。来，我们福袋嘛，福袋发了啊，咱们左上角点点我们家的福袋啊，可以参与我们的福袋了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就看车啊，马上就去看车。左上角参与一下我们家的福袋的啊，参与一下福袋。谢谢各位哥哥们的关注啊，谢谢。喜欢颖儿的记得左上角给颖儿点关注啊，参与一下我们家的一个那个什么，参与一下福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台车的一个内饰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别催我了，行吗？别催我了，行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内饰。这台车是我们的一个帕萨特啊，帕萨特。